我爸好像惹事儿了，刚才我爸给我发了条消息，闺女，把上次爸放你那儿的钱转过来，爸有用。这不像我爸说话的语气呀、啊。莫西莫西，爸爸，一马西兜里。哎，西兜里咋样？嘿嘿嘿。哈哈啥呀？你刚才给我发的消息都有过多，一马乌拉格人的古曼古拉尔给他真不是搞不多。哈哈哈，咱们不古曼，我阿罗给呢，我来乌拉格里哪有？哈哈哈。你哈哈啥呀？咋没有呢？もともと1万くらい貯金してたやん。先月ママに内緒して腕時計売ってからバイク買って5万残したやん。ママにバレないように全部レミに送ったやん。咱家二楼抽屉里还有你四千呢，忘れるわけなかろうもん。咋的？你喝了？你总哈哈啥呀？你现在要多少？我干啥用啊？6万多全要啊？妈妈不是，我买啥？你进来，你玩没有？哈哈哈！还哈哈啥呀，老邓？就你姑娘的智商能反应过来？你在那边号呢？要不是你姑娘智商不行，我能一下就炸出来吗？你俩一起瞒着我是不是？赶紧给我过来！哈哈哈！搞什么事嘞？抖音。